Hello， 我是江江，我今天来改装这台绝智巫毒，它是一台美式肌肉车哦。首先要升级294000块，因为它有折扣。耶，护具30000块，刹车7000块，改了，改，底盘隔合金哦，隔合金哦，天线来个弹簧好了，装饰。哦，它有不同的花纹哦。油箱、车体、感应器，好，买了。还有什么？引擎，改最好的。改最好的。排气管。啊，护照改最好的就改吧。哇，好漂亮，改内装，随便了，随便了，装饰也随便改。仪表板，哦，这个不一样哦。好，内装随便改啦，绿色。车灯，好，套件30000块，好，好，这个随便改，耶。涂装就要看一下了，好，景点，哇哦，蓝色、绿色，哦，这有那个不一样的涂装在上面哦，哦，壁画的。蓝色、绿色，哦，好漂亮！橘色，几何迷宫，原生图形，哇，妖娇魅魔，当然选这款啦、啊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喷漆主色调亮金属黑色，那副色调有什么可以选？它是。坐垫的，啊，红大红色好了，那装潢颜色，哦，白棕色耶，跟白马纹一样。那变速箱8000，后车厢，涡轮，车轮随便选，哈哈，神经病，好。随便选。耶、yeah, ，改完了，终于天亮了，太好了！开回家喽！示范一下，我跳跳车，后轮、前轮，跳跳，配个音乐，跳，咚。拍照了，来拍一下。
终于到家了。